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少林棍法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少林烧火棍。大家都知道少林武术名扬天下，其中少林棍法更是所向披靡。因为啊，我们少林是和尚，他是一个出家人，作为出家人呢，平常出门在外不便于携带枪刀剑以及其他一些带兵刃的器械。那么我们平常呢，出门在外敲单可以用这个棍，两边敲东西之用。如果走得累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拿着做拐杖用啊。它可以说是经常出门行脚之人一个方便的辅助工具。但是这样一个辅助工具用到少林寺和尚手中，那就又不一样了。他就把它演练成一种武器，一种器械，来进行拆掌演练。相传在隋朝末年唐朝初期，少林寺棍生曾经救过当时的秦王李世民，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。从此少林棍术名扬天下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那么他这个棍呢，因为携带比较方便，所以历朝历代深受少林寺僧众的喜爱。随着这个他的喜爱的程度的升温，那这个少林棍法又演变出来了很多种套路，繁衍开来。再有以后呢，这个元朝末年，我们少林寺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少林棍法体系。它就是由当时的少林寺一个烧火棍僧，名字叫做金纳罗，他在这个少林寺的呀，只是一个烧火的小和尚啊，烧火烧柴煮饭。他在烧火之余呢，进行来回拨敲啊撩，进行这样的这个练习。练习时间久了呢，他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少林棍法啊，叫做少林烧火棍。当然了，因为我们都说这个少林棍法呢，它的开山鼻祖为金纳罗王，那么他也就是演练出来了很多种的棍法的套路知识。由此一看啊，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，处处都可以发现能够锻炼身体的有价值的东西。你都像这简单的这一个棍，我们就可以发挥它的威力。那么具体是什么样呢？今天我就先把这个少林烧火棍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少林烧火棍，
下面我再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个棍它的用法、特点和用途。这个棍呢很简单，它就是一根直直的棍，没什么其他复杂的摆设。这个棍要求打起来棍打一大片，要打起来要成大片的烧啊。它棍呢有烧之后料皮以及五花啊，五花等动作组成。为了方便大家学习，我们把少林烧火棍分为四段进行演练和讲解。现在我先把第一段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一开始自然站立姿势，下面我们进行少林烧火棍演练和讲解。由现在的智人站立姿势变为七掌举起，因为现在我们是一手握七弦，一手是空手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右手握七弦，左手由身体左侧缓缓地托起，向左侧绕过前上方落下来，放在自己的胸前，合掌当胸，目平视前方，调理自己的气息。同时右手持棍举起来，这个动作和左右手同时进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七掌举起。我们一起来做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虚步推棍。由现在合掌当胸站立姿势变为右脚先向上跨一小步，紧接着左脚再向前上，变成左虚步，同时右手持棍向前方推出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虚步推棍。好，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。好，我们做下一个动作，左夹棍，步行不动，为棍向左方稍画半圈落下来，放在自己的左肩膀上，目平视左前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左夹棍，走。好，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转身背棍，由现在的夹棍姿势变为左脚落稳拧地一周，同时右脚向后撤步，右手持棍在自己的头顶前上方绕一周落下来，成弓步背棍，目平视左手前上方棍梢处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转身背棍，走。好，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
金席家当，并现在由公墓碑文变为牛角向左方上通寺。官宅之际申前绕一周，其左膝夹在自己的身体左前方，墓平视左前方处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走，金席加官走。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右着边棍，左脚落下来，先向右击打，紧接着不停，右步向后倒，棍向左方地面击打，眼看棍稍出。我们一块来说，右桌电棍走，一二。好，我们来一下侧面动作，走，一二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轮滑马步压棍，由现在的倒插步姿变为棍向右前方来回轮一周二周落下来，成马步向下压打，木平死棍根出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马步五花压棍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马步五花压棍前面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霸王跳四，原来很讲究，由现在的马步压棍变为起身棍在自己身前，由下向上挑起，同时起左膝提起来，接着霸王跳四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霸王跳四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侧面动作走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五花压棍，由现在的霸王跳式姿势变为左脚落地向前跨一步，同时棍子在自己身先左前方再右前方压棍，呈右弓步木平四棍稍出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五花压棍走，一二。做一下侧面动作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霸王撂炮，由现在的右弓步压棍姿势变为棍稍向下，棍根向上绕自己的身体左踩一周，同时踢左膝向前溜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霸王撂炮走。好，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霸王跳四，由现在的撂炮姿势变为左脚落地，同时
换上又下香上吊，跳起来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霸王跳式。好，我们一块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倒步拨棍。这个倒步拨棍是拨两次，最后呈回头望月状态。首先，第一步，由这个棍根随着脚来回转动，一拨棍，第二倒步，先到左步，再到右步，再接着到第三步，左步。左回头望月，棍根朝上，眼看棍根处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倒步拨棍，走。一、二。好，我们一块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向后倒一步，变成左弓步，同时棍根由后向前下方压，平时棍根处，弓步压棍，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弓步压棍，走。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匍匐劈棍。这个匍匐劈棍要身向左转身，同时棍在自己身左方绕一周，跳转成右匍匐，眼看棍稍出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转身匍匐背棍。一块来说侧面动作，走。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弓步背棍，由现在的匍匐劈棍姿势变为起身，右手持棍向左方稍棍半周放在自己的左肩膀上，平视左肩膀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弓步背棍，走。我们一下做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转身紧急独立背棍，由现在的左弓步姿势变为左脚向右跨一步，同时右步再向后倒一步，转身棍子同时在自己身前后绕身一周，落下来提左膝出左掌，做紧急独立状态，右手背棍于自己身后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转身紧急独立背棍，走。侧面动作，走。
下面进行下一组动作演练和讲解。旋风脚三拧拦腰红草做盘，由现在的紧急独立姿势变为起身向左转身，同时三条棍，一二三，要棍扫一大片之后落下来做盘，目平次棍杀出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旋风脚三云顶拦腰红草做盘，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全面动作，走。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右转身瀑布摔棍，先起身右转，同时棍在自己身前略地一肘，落下来跳步撑住瀑布摔棍，眼看棍勺已远处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瀑布摔棍，走。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右转身倒步飞棍，由现在瀑布摔棍状态变为起身，同时左脚向右前方跨一步，紧接着棍子绕身体右后向前一肘，右步向后倒，再接着左步向后倒，成倒叉步，棍背在身体右后方，左手为探拳向前探，如同老龙探海之势。我们一块来做转身背棍，走。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左转身拦腰红草，由现在的倒叉步变为左脚向上跨一步，同时左手接右手，双手接棍，在自己的头顶前后绕一周，同时右脚向后跨，紧接着左脚再向后跨，棍绕自己身一周落下来，向从腰间发出，向左前方击打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左转身拦腰红绳，走。好，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下一个动作，马步压棍，由现在的主弓步压棍姿势变为棍勺由自己身前方绕一周，同时上右步落下来成马步压棍，眼看棍根已远处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马步压棍。我们一块来做马步压棍。下一个动作，左转身跳步劈打，由现在马步姿势变为右步先向左方跨一步，同时左步再向上跨一步，紧接着身子同时翘起来向左转身压棍，目平视右前方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转身跳步压棍，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
专审巧妇牙官周。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鱼带缠腰，由贤内的七龙步指示变位，腰部闲动，同时棍子在自己腰间向右方击打，一缠腰，二再回过来向左，再拦腰横扫出去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鱼带缠腰，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侧面动作。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转身弓步压棍，由现在的左弓步侧棍姿势变为右脚向右后方撤一步，撑右弓步，同时棍在自己由下向前向上再向下向右压出去，拇指棍根已圆出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弓步压棍，走。好，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左弓步穿棍变第一步夹棍，演练和讲解。由现在的右弓步压棍姿势变为身向左转，同时棍在自己左前方落地面，之后拉回来踢左膝，夹棍放在自己的左腿前外侧，拇平直左前方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，走。好，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组动作，左右瀑布扫棍，由现在的夹棍姿势变为，首先一扫棍为左瀑布，接着回过来绕一周在右瀑布扫棍。我们一块来做左右瀑布扫棍，走。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侧面动作，走。一二，好，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匕首挺身，由现在的右瀑布扫棍变为起身，同时棍由身左再向后绕一周，右步向前跨，接着左步倒回来翻身，匕首挺身，背棍拇平直后方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匕首挺身，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侧面动作，走。
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混红出世，爷俩来讲解。用现在的臂收轻身背棍之势，变为右脚支撑地站稳不动，左脚抬起来伸向左转，同时棍向左前方轰扫出去，轰空出世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轰空出世。好，我们一块来说侧面动作，走。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右转身背弓射箭，由现在的轰空出世变为左脚落下来，同时棍子在自己的头顶前上方绕两周，一周之后再绕第二周的时候，右脚向后撤成右弓步落下来背棍。我们一块来说背弓射箭，走。我们一块来一下前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虚步小关门。由现在由弓步之势变为右步向右前方稍跨一步，接着棍在自己的头顶前上方绕一周，同时上左步蹭左虚步落下来，棍晃放在自己的胸前，左手立掌拇平视前方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虚步小关门，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侧面动作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同指摆步。由现在虚步之势变为右脚正脚，同时左脚抬起来放在自己的右膝盖处，紧接着两手吊棍落下来，合掌当胸，棍放在自己的两手背内侧，拇平视前方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同指摆步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侧面动作，走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起身接棍。由现在同指摆步之势变为棍向上撩起，同时左脚落下来，左手由前下向上落下来，合掌当胸，拇平视前方，调理自己的气息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起身接棍，走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起身接棍，走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收势还原，也就是这个动作全部结束，成为自然站立之势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收势还原，两手放下来，棍子落下来，自然站立。好，再为大家做一下它的侧面动作，自然站立。扫立，扫火棍。